快！我在，大家都在等你们了。今晚才要回来，统统给我站好。大胆！喂！你问我啥？你今天是罪犯，不是衙役，不用威武啦。今天我秋月曼柔，我们就要来一个三娘教子。对，说三个男人昨天晚上也到哪里去了啊？整晚没回家，快从实招来，要不然我就大刑伺候。春辉啊，他妈该谁接了？我们是有苦衷的啦。谁要听你的苦衷？我给你从实招来啦，去对啦。啊，我们就去子涵啊，子涵讲伊心情郁闷哦，叫阮两个做老爸哦，陪去饮酒啦。啊，你找人，你讲两句话啦。哎呦，啊对啦，你别怪爸哦，那确实是我带两位爸爸去夜店喝酒，那因为喝得太醉了，所以才去住旅馆。三个都喝醉了，竟然连一个清醒都没有，你们没有想过有人会担心吗？妈咪，对不起，因为我们真的喝得太醉了，所以早上起来也才知道你们打了这么多通电话。不对哦，如果你们三个都喝醉的话，那你们是怎么去旅馆的呢？就是，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了呀，富康啊？是谁送你去旅馆的？哎呀，富康娶到一个那么凶悍的老婆，哦，头壳累累，唔敢讲话，可怜哦。富康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为什么低着头不回答我呀？抬头看我呀！哎，抬不起头啦，还不怕派，伊连出声嘛唔敢出，连棒嘛唔敢棒。王春花，我们现在是在教训老公，你讲这些干什么？啊，就无法度啦，啊，就带着恶车给主无法可敌，你就是迄个恶车啦。所以吼，伊即卖咧无言的抗议，我替伊讲话一下。是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我在你的心里，你是这样看我的吗？不是这样子啦，我是因为，我是因为我的眼睛受伤了啦。怎么会这样啊，富康？啊，你眼睛怎么变头脸啊？对啊，爸比，你的眼睛怎么了啦？怎么会搞成这样？吴大昌，是不是你打的？我知道了啦。平常你忍受王春花忍很久了，所以呢，你就借酒装疯，拿我们富康出气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不是我啦。你们后背不多啊？哦，恁富康这行的吼，那明明叫狐狸精咬到。您不要乱猜了，我是因为昨天晚上喝醉哦，然后醉到不省人事，不小心跌倒碰到，我醒来才知道的，怕你骂我，才不敢抬头的。你怎么会搞成这样呢？你老实说，是谁送你们去旅馆的？既然他可以送你们去旅馆，为什么不送你们回家？是阿母亲啊，他不敢送我们回家，怕被你们骂。阿母亲，吴德超，
听我解释一下好不好？啊都，红姐妹讲伊心情无好啊，叫阮两个陪伊饮酒啦。啊，本地哦，他说要去那种陪酒的酒店呢。我跟富康哦，抵死不从哦，是因为哦，子翰哦，他就建议我们哦去那个有跳舞的那个夜店，我们才勉为其难去的啦。哦，对不对？对啦对啦，幸好是有我的出现哦，才拯救两位爸爸呢。吴子翰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，老婆。富康，你是有身份地位的人，你怎么会去夜店那种场所，把自己搞成这么狼狈？只要跟昂景在一起哦，都不会有好事。没办法，我们都是被昂景逼的。所以，爸，你们就舍命陪君子，舍老婆陪昂景。不，陈薇啊，我们真的没有舍命啊，我们是有苦衷的啦。对，我们是有苦衷的。闭嘴！子俊，你笑什么笑？阿妈也在笑啊！闭嘴！啊！不，我不是公立的。大家烦恼到吼，规暗拢无困呢。好家在吼，拢无出代志啊。三位贤惠老婆，下人的翁吼，家己领回去哈。啊，马马马爬马跪算盘，迄拢恁家的代志。真正是鬼工的啦。对。鬼工，你不要在意我。上！阿朱啊！四十二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家有喜事》第2季，加油爱情。